伫咧冰冷的雪地，竟然倒向遐，一直处于沉默，谁会当赶紧来倒救人？好在家在，这只是咧训练，都教我提起咱自救的撇步。你上去要加。参与的有八位标的关消防局山搜小组的成员，还有两位教官、碳雪霸山里顶员，还有即时多兵结兵、有雪鞋装备、倒扫啊、含雪地盘等等等，通救命的训练。文化这方面的训练，因为毕竟同仁还是要前往山上去冒险来搜救。那这一次的雪地训练，包括了所谓的冰爪的上蹬下降行走，以及自我确保，以及冰斧的滑落自动。标的环境内有大坝、尖山、雪山等等热门的登山路线，登山客不止多，阁有山友是约冰雪上山。消防警官提醒，都要有冰爪啊、冰斧头、甲室外的设备，才会当保护家己。你在行进的时候，然后你刚好在左手，不然跌倒，那你就是要翻左边。顶个月，一位女山友在爬雪山的时阵，伫凯兰特昆山北方的山坪，触到去跌到山沟，不幸罹难。迄当阵，一位山搜小组的队员搜救的时，嘛无顺利触到山沟，好佳哉，敢若受伤。拄起高山雪橇的救援，不哩啊困难。消防员会当做实地训练，嘛，让救援人员会当维持。你是新闻标题报道。